台彩春节加码奖金，台彩春节加码奖金，台彩春节加码奖金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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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台彩春节加码奖金，台彩春
创下历史新高11元。大乐透6.3亿，威力彩1月23号头奖加码2亿元，每5分钟开一次的 Bingo Bingo 也从1月23号开始连续加码14天，要发出1.7亿奖金。过年最热销的刮刮乐，2017年也追加5组新产品，面额最高1000元。这是我们台彩加码活动以来最高的一个加码奖项。近几年大乐透有创新玩法，以往的100组100万红包改成除夕到初二每天加开10个号码，只要对中其中6个就能抱回100万奖金。台彩加码再加码，冲高春节买气，民众在近几年也讨个好彩头，趁机试试手气。记者张义仁台北报道。12月28日起，中天综合台黄金9点让爱飞扬。